101第24章第三个部分写国字。好，我们来看小朋友写的。哦，这个小朋友写的不错，可是很可惜哈。中间的上面半个铅笔芯从这里写，哎，这样一写就对了啊。然后这里2:40太写了，注意一下哈，不然还不错哈。哎，你看人家都知道要写短文的写法。好，现在。白色的部分分布的比较奇怪，有看出来吧？啊，这个小朋友写的也不错，错在哪里？这里，对，这个也是斜上去就好了，这算是撇提是不是？这样子，他不要弯哈，就是怕小朋友真的写两个铅笔芯，啊，有点少，要两个多啦，啊，两个多到这里，然后再写，这个横太短。这白色分布要注意一下，老师说中间稍微大一点了，旁边两个稍微小一点。那这个太小，这个太大，长横太短，这也偏小字啦。这5分满而已，100分，他考了50分。啊，哇，这个就是那个啊，应该是那个写很粗的那个，这个字还不错呢，这个字写得很好，但是就是太胖了，太长。因为第一笔太长，应该把它压成长形啊。好像在抱小孩这样子，把小孩的嘴巴这样用手给它压住，啊，变成长长的，嘴巴就嘟嘟的。哦，太胖太长了哈。那所以是第一笔错了啊，第一笔写法要往上弯哦，然后太长。你如果这个短的话，它全部应该其他就会对了啊。然后这个。记得是6:10就好。那写太斜，真的是比较惊险一点了、哦、哈，很危险呐、啊，就是写不好就是会怕怪怪的。好，这个就写得不错，可是他的铅笔有问题呀、啊，他不会控制铅笔啊、哦，这里要折没有折，这里要折，这里是4点下啊，这里是几点？好，这里应该也是4点下，2:40走，这2:40走，4点下，啊、哦，4点，他没有做折哈、哦，然后这6:15，太斜了哈、哦，啊，长横没写好，很可惜耶，上面还写的不错哈、哦，好，那大概就是这些问题哈、哦，那我们讲解到这里，等一下看老师示范。